不想就是失去。很厉害，我也要，我也要。宝贝，你把嘴张开，我帮你丢。看着啊。Later， 有没有人给你吐啊？我今天给你吐的够。跟你表演一个弯刀射手啊！张嘴。给你们看一下，一到晚上就变身的女朋友。我想中都忘了忘一忘的你看和今天一样只能偷宝贝微波过来快点干嘛好拆亲了看哒哒哒哒你干嘛宝贝再来一次好像忽远又忽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之间的距离每天一点点靠近这是种别人我知道是心动啊糟糕眼神躲不宝贝您播放一首美妙的歌当哦要保密哦我可以啊你孩子没有脾气因为你迟早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的家庭户口本上好累啊回来啊上班真的太累了你知道吗胖子你怎么了喂你干嘛你啼笑哎啊稍微教你们一下稍微教你们一下魔仙啊你啊老娘魔仙啼笑吗那你趁天在魔仙趁天啼笑啊你过来一个快点快干嘛啊你的鞋子跟袜子还有这是沙发这不是衣柜你知道吗还有你过来快还有你这衣服到底是要洗不要洗啊做得跟狗窝一样那狗都不跟你睡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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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看一下来你这是我给你折好没两天你就这样我这样不要你衣服皱皱巴巴的不知道还以为我有多懒呢你不要面子妈妈还要还有我自己说还不滚爱手爱脚的烦死了我来听故事好好好听故事我给你
讲十个故事好不好？嗯。第一个故事，女朋友在那儿洗碗，男朋友在旁边说：“你在洗碗呀？洗洁精多加一点嘛，洗洁精那么少，水多掺一点搓，听见没有？”第二个故事，女朋友在那儿打游戏，男朋友走过来又在那儿说：“哟，打游戏呢？打的啥呢？人都找不着，你在玩什么呢？你知道吗？前面有人，看见没？”“妈呀，我打游戏吗？你也打游戏吗？”然后现在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那第三个故事呢？切，是我讲故事，你也讲故事。好。还想不想听了？想老公，这想喝吗？老公今天做点啥？来吧，来吧。我爱你，爱不爱我？我问过你。实际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女朋友眼中的鸭子。你说没说你爱着我？我操！昨天你玩过了，今天还要耍我？我操！